有是窃盗。哦，我们是竹北分局，刚刚也是窃盗。刚刚对，刚刚跟你讲话的时候已经有表明身份了，没有问题了哈。本所接获辖内店家报案称商品疑似遭人窃取，警方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调阅监视器影像，发现一名女子假装挑选商品，趁店员未注意时，剪掉商品标签放入随身背包内，随即趁乱离去。经店家清点损失后，造成财损约新台币24000多元。本案经追查于新竹市某卖场内，顺利缉捕该名窃嫌，并起获毒品及失窃的赃物，全案已请新竹地检署侦办。警方呼吁购物人潮众多，店家应做好防盗措施，以免宵小趁机行窃。若发现任何可疑分子出没，立即拨打110报案电话，以保障财务安全。